睛是每个人的灵魂之窗，九龙东眼科团队在过去几年破旧立新，运用创意和新科技，大大提升了我们联网的眼科服务质素。秉承住我们的 Vision, Mission and Values 的理念底下，我们积极做到以人为本，守护住九龙东每一位市民的眼睛健康。九龙东眼科荣获杰出团队奖，是他们默默耕耘、努力不懈得到的成果，我衷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的团队很 energetic、proactive 又很有 spirit， 我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承先启后、薪火相传，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病人。联合医院和将军澳医院加上有10个服务涵盖点，以每年眼科门诊求诊人数上升了 65% 到每年超过13万人次，对于我们服务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但不用怕，我们有的是小宇宙大智慧，背后全靠有一班互相扶持、互相信赖的专业团队。我们是全香港第一个眼科部门，将所有医疗记录储存在 CMS， 亦都同时推行两间医院的实时预约系统。我们还推出了全面的无纸化和 IQR system， 一睹就看到病人的视力和眼压，一方面减低出错，又可以悭到时间，多了的时间还可以放回在看病人身上。我们部门不同职系的同事还重新规划过整个门诊，引入了一些电动遥控的座椅。我们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进行学术交流和培训，也都会主动走入社区去关注视障人士在社会上的需求。得到病人的肯定和鼓励是成为我们服务市民的推动力。我们部门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积极创新。之后我们会继续迎难而上， keep 住这份 smart culture， 为我们病人提供最好的 eye care。 We are KEC。A few moments later. 今时今日做手术梗系要够 smart， 就好似我哋 KEC Smart OT Team 咁，即刻带大家睇下我哋咁多年嚟做咗啲咩啦。九龙东医院联网致力发展智慧医院，而将军澳医院早在2015年已经成立了 Smart OT Team， 为发展智慧手术室制定策略，检视并统筹各项与手术室相关的科技应用。由2015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断与联网同事携手合作，总共有大概20个相关应用得以落实。2020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在发展 Smart OT 的道路上不单止没有慢到，更加在逆境里面加速前进。将军澳医院更加成为全港第一间支援 5G 的医院，同时借助智能眼镜、3D 内视镜和 5G 的网络优势，利用科技提升手术的效率和精确度。疫情期间，我们首创 AR 治疗，给病人透过现实和虚拟结合击退痛症，他们甚至可以选用香薰油或者药油这些心理安慰剂，从而影响大脑潜意识，逐渐舒缓痛楚。而今年我们亦都有4个项目会相继推出，当中更包括 Robotic Assisted Surgery。兼职医疗的同事，你们藉着创新的遥距医疗突破疫症的阻隔，
为我们的病人、照顾者、社会人士提供无间断的服务，你们得奖是实至名归的。心理学部门积极地推行以实证为本的遥距小组服务，使到转介了的病人能够更快捷地接受到心理治疗。在疫情之下，我们无奈要减少社交接触，主病人在住院的时候，而家属未能够联系，一定令他们更加担忧和恐惧。故此，医务社工透过科技及电子平台的使用，令我们可以突破地域的界限，为病人提供支援，保持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减轻孤独感。你好啊，营养师啊，今次复诊咧，睇翻你个血糖嘅，见你餐后血糖有啲高，我发觉应该系你嘅生果可能食多咗啊。你留意翻呢只咁嘅香蕉咧，已经都系两份嘅淀粉质噶啦，系啦，咁所以你头先食多咗咯。拎咗 KEC Outstanding Team 呢个奖项 ，HR 嘅同事喺 KEC 一向都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疫情之下，维持稳定嘅人手供应，令到前线无后顾之忧。同时安排唔同嘅活动，鼓励同事士气，亦都推动职安健，令九龙东成为工伤率最低嘅联网。我系 IT Tommy， 上年我申请咗部门嘅职位空缺，由申请到有 offer， 一个月搞掂晒。疫情下 ，HR 将面试改为 Zoom interview。成個過程非常之流暢，真係好欣賞 HR 咁 smart 嘅 e recruitment。仲記得前年聖誕前後，我哋二 D 病房爆疫，大家都好擔心。好彩我哋 caring 嘅 HR 同事即時安排 forum 解説事件，又有祈禱會安撫同事嘅心靈，仲協助送物資俾受影響嘅同事，幫佢哋同酒店反映需要，為同事送上温暖。咁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同 HR 講句多謝。OSA 嘅同事好关心我哋噶，受伤之后会同我哋一齐制定预防方案，一个月之后仲会同我哋互相检讨添啊。劳工处巡查之前咧，仲会帮我哋扫一次嘅墙啦，等我哋翻工安全又放心添。疫情期间咧，职安健搞好多活动啊，例如健步行咁啦，我哋有400几个同事参加，跑咗三个地球嘅步数啊，系。今次系用个 app 嚟计步啊 ，smart 得嚟又好玩，真系俾个 like 啊！我是店主診斷到的同事，開頭不知道自己啱唔啱打呢個新冠疫苗，好彩 HR 同事幫手安排了疫苗資訊站和員工座談會，俾機會我哋親自詢問專家的意見，令到我哋安心咁去打針之餘，又可以保護到屋企人和病人。HR 多謝你，好開心！人力資源科今年攞到一個 Outstanding Team， 我喺度特別多謝鄭萬里醫生對我哋嘅提名，我喺度亦都好感謝管理層對我哋嘅認可啦。部門主管和所有同事對我們的支持，最後不少得當然多謝我的團隊所有同事，因為他們個個都是竭盡所能做到最好。 HR 你是得的，咁啱啊！咦，乜咁啱嘅？乜咁啱啊？咦，乜咁啱嘅？一路以嚟，我哋医院上上下下无分你我，一直并肩作战。我哋冲过一波又一波，又一波又一波嘅战役，打针亦都系我哋嘅一大战场。同事最初都有各种唔同嘅疑问，但系我哋整个联网出心出力。用心聆听、了解，同同事慢慢逐个部门，甚至逐个同事去倾。冇错，
这一场除了是抗疫战，亦都是舆论战。外界最初充斥住不少疫苗的错误资讯，一班同事用尽所有途径将正确的疫苗资讯呈现在同事和大众眼前。而我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我们成功得到同事的信任，在三个月之内由只得两成的同事打针飙升到九成。在实施强制检测之前，我们就已经成为全医管局接种率最高的联网，亦都是第一个整体护士接种率突破九成的联网。对内对外，我们一样不遗余力。九龙东总动员出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老人院舍、特殊学校、中学，全部都见到我们的踪影。我们帮了七间中学为九百几个同学打针，亦是 HA 之冠。九龙东总动员，无分你我，实行做到 U 针、I 针。做咩身水身汗咁嘅？仲唔上车？我哋要去颁奖典礼噶咯喎！哦，好啊，去啦，去啦！我哋部门有一条 team， 条 team 本身好细，但佢哋为病人带嚟嘅希望同改变就好大。不单止是我，连他们的病人都赞不绝口。一起看看医生和姑娘很好咯，真的即是好到你都难以形容，即是那种感激是言语形容不到的。医生，多谢你，我大个时候我变回靓靓的了。我哋有六个 S， We are small， sustainable， service， survives， successive， succession。纵使困难重重，我哋为你重现笑容。UCH Molecular Team 是负责整个九龙东的分子诊断服务，主要是帮助不同的癌症病人，为他们提供临床的诊断、标靶药物的选择、病情的监控和预测。UCH Molecular Team 在十年前只有提供最初两种分子诊断测试，到现在是可以提供超过三十种不同的化验项目，每年处理 test 的数量是比以前升了25倍，接近5000。UCH Molecular Team 在部门里面成绩有目共睹，绝对值得提名。恭喜你们，你们是可以的。
UCH Molecular Team 今年有幸得到医院认同，成为其中一支杰出团队，对同事对部门都是很大的鼓舞。多谢医院一直以来对分子诊断发展的支持，在这里很衷心多谢 Team 里面所有的同事，他们不断的努力令分子诊断能稳定迅速发展。 UCH Molecular Team 在未来会继续努力为病人开创更多服务。我们从标本里面筛选出合适的细胞，提取相关的遗传物质并加以分析，拆解隐藏的基因排序，找出病人的致病原因，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用病人的线验清楚先。得奖之后，我哋嘅步伐都唔会停落嚟嘅。系啊，嚟紧我哋会集中火力发展呢个次世代嘅基因排序测试嘅技术。我很榮幸可以提名將軍澳關節中心作為我們九龍東的傑出團隊，他們有很驕人的成果，每年的手術由120個大大加到400個，病人住院的時間由14日減到5日，這個這麼好的成果是有賴各方團隊的努力，包括骨科、手術室、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和其他專職醫療的同事，多謝他們每一位。我找这个关节中心呢成绩骄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种的成功经验啊？透过将军澳医院骨科关节中心的服务，让九龙东联网中需要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得到更快速的服务。我们跨专业的团队运用互相协作的方法，使病人得到更适切和贴心的服务，使到他们的康复更加顺利。关节中心的资深护士担当住个案经理的角色，在团队中作出协调，跟进病人的状况，确保手术的康复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另外，我们的关节中心也都与时并进，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式换室友，透过资讯科技，病人和家属可以随时获得相关的资讯，和我们的个案经理保持紧密联系。我们明白在手术前的服务计划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个病人都在手术前去参加综合术前复健工作坊，我们全都是一站式服务的，给这个病人和照顾者并提供针对性的复康的评估和计划，而每个专职医疗是亦会为病人提供适切的术前服务计划训练，所谓术前做好些，术后发生些嘛。Be there, be there. Be served. We aim for quality together.